别嘟嘟，我脸上妆都花了。姐，哎呀妈，你今天这裙子，你太带劲了。我说啊，丽儿啊，哎，我交代给你的事儿办好了吗？回姐的话，妥妥的了。姐 ，look， 不错。我说倩儿啊，哎，我交代给你的事儿办妥了吗？妥妥，必须放心吧。今天早上5:30，我就给大秦哥打了一个暧昧的电话。我说今天是情人节，大梅姐约你在棋盘山的山顶上的棋盘上的炮子上见面。活动内容看日出，活动要求死等。那现在几点了？晚上7点。7点了啊，那差不多叫他回来吧。回不来了，啊，已经冻上了。没听过那段绕口令吗？啊，数九寒天冷风嗖，嘿，年年春打六九头。棋盘山上有个傻大个，嘿，冻你鼻子拉响，哈喇的可哪流，可哪流。倩儿啊，哎，怎么个这么做是不是有点狠呢？是哈，那我现在就打个电话，找个铲车把它拖回来啊。不用，漂亮，姐。说你一个刚在网上认识个小帅哥，你至于咱们这么兴师动众的吗？已经见过父母了啊的照片儿。姐，你说你连面都没见过，你光在网上见过人父母照片，你就咋的要私定终身了啊？姐，我看你这是要玩魂断蓝桥啊。哎，这有啥可惊讶的呀？大秦哥都要魂断棋盘山了都。说啥呢，王小倩，我发现你说话特别嘴欠，你知道吗？我是诚心让他上去挨冻去了吗？今天不是情人节吗？我担心他在这儿，我不是怕他给我搅和了吗？走啊！来了，来了，妈呀，他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！哎，大梅姐，你叫你慌啥？你他妈没出息你？有人在家吗？来了。认错人了。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他搁这儿呢。大美小姐您好。看着我都没认出来呀，我是不是照片 P 狠了？不，千万不要责怪自己，是我没看出来，我的错。不，肯定是我照片 P 狠了，真对不起，那软件我刚用，我不太熟。不，跟软件没关系，是我眼睛的问题。不，是我脸的问题。我眼睛的问题。是我脸的问题。对，就是你脸的问题。那咋整啊？别急，我今天给你准备了一样小礼物。啊，是吗？王倩儿，啊，看见没？这在我们女孩眼里，这就特别绅士。在我们男孩眼里边，这就叫絮叨。请看，这是我特意为你定制的情人节礼物，仅此一件，仅此一件哦。哎呀，这个就是，哎，你跟我说的那个传说中的咕噜鬼吗？他叫石头记牌紧致提升居者不落棍子。哎，你觉得这个小东西真的有你说的那么神奇的功效吗？那当然了，来，请看，看他的脸，一看就知道他经常熬夜，一熬夜就缺水，一缺水就抽抽，一抽抽就塌了。当然了，我还没到那个份儿上。但即便你到了那个份儿上，只要拿着它在你的脸上那么一咕噜，就能赶开了。
以后你们手机上那些什么 P 图软件啊，就都可以退休了。我也想要一个。小美丽，要啥要啊？家里边不有擀面杖吗？这个东西是不能挺贵呀？哎呀，千万别谈钱，情谊更重。真会说话哈、啊，情谊重，但这也不是大风刮来的，你总得有个数吧？你说我多少钱？不用。你说，我朋友都在这呢，你说吧。真不用。多少钱？真不用。该多少钱多少钱得了。几个九？九万多呀。999.99。啊，九百多，那还挺合理。哎呀，那你说这么珍贵的礼物，我不能白要，这样我送你点什么吧？哎，情人节礼物都是互换的，是吧？对。这样，我送你个大红包，999.99，收钱。收到。你呢？我说浪漫哥呀，咱就别浪了，吃饭吧。还吃饭呢？那多不好意思啊！有啥不好意思的？家都来了。来来来。请坐，这当不利索。哎呀，哇，这么丰盛呢！哎呀，哎呀，这都是啥呀？咋还有大葱干豆腐呢？那个，这样哈，这一桌子饭呢，是我散落在祖国各地的七大姑八大姨们给我寄来的啊。那个，你面前那个大葱，你说啥？大葱啊。吃吗？他俩呀，哎呀，你酒就算了，我不能喝酒。他说他不能喝酒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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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看着日出没呀？不光看到日出了，都看到月亮升起来了。你是咋回来的呀？多亏了棋盘山看林子的护林员。感谢110，感谢120。倩儿啊，跟哥走。干啥去啊？干啥呀？我领你看日出去。赖我？就赖我？咋的？有啥呀？有我啥？今天情人节，我就得把你支出去。我家里有客人，知道吗？你有客人，你让我在家待着不就完了吗？你给我弄山上干啥？你看逗着样。今天不是过节吗？盯着玫瑰。我啥也不说了，我简直太有远见了。怎么样，他是不是要搅和？马上就要搅和。我搅和什么呀？冻得快不行了，冷。能不能不哭？能不能不哭？别在我家哭。啊！回家哭去，我这有客人。你好。你问我干啥呀？问他去。我这是我介绍。你别说话。他谁呀？你
你问他去，这谁？你问他去，我就问你，我不知道。你问你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哎哎，你问他去，你问他去。哎呀，他是我爹。你骗我，你长得像他爹似的，他就是他男朋友。你知道你还问我，你知道你还问我，这谁就是我的，你骗我。别你还给我装鸽子是不是？大秦哥，不是我说你，就知道你来了得捣乱。我跟你说，王小倩给你支棋盘山都支尽了，要搞我呀，我早给你支珠峰上去了。小美丽，不用跟他做过多的解释，我告诉你，他就是我男朋友，咋地？那什么，你们误会了，我们俩才刚处。什么呀？你就承认了吗？这事这不是隐瞒的事儿，就是他。不是不是，我那意思吧，咱俩有点太早了。你朋友是男朋友啊？我说了我不是啊。你到底是吗你？不是，你是不是脑袋冻硬了？我都说不是了。到底是不是？你承认了吧？我是。大美，你看哪有不好啊？我告诉你。烦人！这有，哎呀，宝强啊，哪来的？大秦哥，你个行了行了，还在那闹啥呀？啊，你不嫌磕碜呢？我跟你说，你还比呢？我告诉你，我都不敢比，有可比性吗？啊，就是，你看看啊，就是往这一站，人家一看就是精雕细刻，再看你，长得跟原材料似的。大秦哥。我求你了，赶紧回你的生产厂家吧都。王强，你给我说清楚，他哪来的？他哪来的？大秦哥，我自个儿来，我自个儿来，我不用你，不用你，不是你想的那样啊！我跟你说啊，他俩吧是网友，今天刚见面。这男的真讲究，一见到我大美姐呢，就送他一个咕噜滚子，就作为情人节礼物。完事呢，我大美姐也不含糊，发给了一个999.99的红包，你听明白没？听明白，就是他俩都有定情信物了，他们就。你脑袋是不是进冰瘤子了？定情物有花钱买的吗？这就是定情物，我去一边去吧你呀！行行，哎呀，啥定情物啊？不是定情物，就这玩意儿还。咕噜滚子，那个什么，那个证据啊，证据啊，你这不是证据，这样咕噜滚，这个咕噜脸上褶子的那个，他送给大美姐吧，大美姐又给他个红包，完了这个这不是定情信物吗？这个，哎呀，我来吧，哎，你咋那么笨呢？就这么点事儿吗？我俩跟网上认识的，然后今天我俩第一次见面，正好赶上情人节，那你说还能空手来啊？所以呢，我就直接送他一个咕噜滚子，然后呢，他给我打了999.99的红包，懂没？不是你有几个这些信物啊？你瞎呀！一个一个，仅此一个一。这不俩吗？啊。我怎么感觉这里边有点事儿呢？哎，那你这个是打算送谁的呢？你包里还有几个呀？包里啊？哎！啊！别的！哎呦我去！哎呦我去！不去！哎呀，你这情人节过得可挺忙啊！啊？咋回事？整事儿整清楚了？哎！别吵吵！其实吧，我是个销售。不行，你大点声！其实我是干销售的。哦，你就是卖这个的呗？哦，那我倒想问问你了，那你在网上跟我说的这些那些这个那个的甜言蜜语，还管人家叫小甜甜，叫小樱桃，那都是你发的吗？那是我发的，那是群发的。丢啥呀？销售策略吗？哎呀！兄弟，搞销售的，我以为是情敌呢。
行吧，我解除了，那我帮你收拾一下啊。谢谢哥啊。说你缺德不啊？啊，有你这么干销售的吗？啊，就你这个销法，我看你早晚得挨削。大美姐，我说过你多少回啊？爱情不是你想买，想买就能买的。买卖这玩意儿，我跟你说，买卖可不是谁都，买卖不是谁都能做的。我告诉你，知道不？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，不耽误啊。大美姐，这次失败，你要想开啊，想开。大美姐，你们有没有发现，每年到情人节的时候，我过得都特别有意义。特别是今天。